究竟会怎么样？所谓什么还是只是年少无知，到底我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我们有机会重来一次，飘荡在春去秋爱的日记，是刻骨铭心的心事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人，当青春的柔情。今天中午搭飞机回来，在飞机上碰到好多好多好朋友，特别为了今天晚上的聚会搭飞机回来。有没有跟我一起搭飞机回来的？有没有？有的话挥一下，挥一下国旗。哇，你看怎么大家都是搭飞机回来。还有刚才我表哥打电话来说他也在现场，我表哥在哪里？我问一下好不好？哇，正好多了50万个表哥。所谓什么还是只是年少无知，到底我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飘荡在春去秋的日子，是苦苦铭在人心事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阳台，等青春的流逝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周志明，谢谢，谢谢，明哥。